Hello， 大家好，不要怀疑。是的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。小牧师呢？他去哪了？没有关系，你如果真的很想看到我，大概是跟小牧师一起的话，请锁定本周六八月八号的清晨，我们会在当中首播一支我不要剧透好了，对，反正就是会让人惊艳的一支影片。然后这支影片呢，也会在下周二八月十一号呢，在 YouTube 频道上和大家正式见面哦。所以在这里跟大家预告，这周六一定要是收看我们的青虫，或是来到我们青虫的现场，或是下个星期二持续锁定我们的大干事小牧师的节目哦。你看我今天选在一个这个阴雨绵绵的地方和大家来报告这一个消息，像极了爱情。